韩变变脸比翻书还快十个。随我。我不见。哎呀，你快点让我见。我不见。啊！你们的事关我什么事啊？给你两百。哎。喂。你谁啊？我是你。他去洗澡了。正经。他去开会了。这么晚开什么会？开晚会。啊？这么晚不可以开会吗？你谁呀、啊？我是他男朋友，你是谁？我怎么没听过他有男朋友呢？关你什么事？到底是谁？我准备追他。你什么条件就追？不，你什么条件吗？我搞笑了。我什么条件？我每个月买化妆品就1万多块钱。我操，你化妆品上金边了。这1万块钱谁都拿得出啊！现在什么时代，那不动不动都是一个月工资1万多2万的。他地上的绿水鬼也是我买的。那绿水鬼不你给我买的吗？是。然后呢？我的钱。贝哥，我是阿杰，贝哥。贝哥阿杰。洛圣仪的弟弟洛圣杰。你姐呢？我姐被我控制住了，贝哥，你是现在来还是晚点来，贝哥？好兄弟啊！我生气！我兵哥，你直接过来啊，兵哥！啊！扎个课本，一个月1800，天天好送礼，够有钱呗！你又不能蹬自行车自己去，你怕把你腿蹬断啊？一天天的啥也不是，又搞土木钢包，除了标签有。来，小宝贝儿，啊，热呗？绝不热，绝不热。我陪你回家，到家了，一次一上，二折返，三折量。我选择一 C 以上。啥？不是，我选择一和二。这不是选择低，这排水平一点都不能上。不是，媳妇儿，你说这大路大妈都顶不住，你何况我是个人。那你都废话，赶紧走。走走走。走走走。你这咋泡我姐？你这长得丑，想得美啊？哎，说什么呢？叫姐夫。你姐在的时候光说姐，你姐不大了，你还是光叫姐啊？咱各论各的，谁叫谁还不一定呢。出来吧，宝贝儿。我们的爱就像秋天等不到花开。我们的爱。姐，你小子。我生气了。你生气你就不理我？我生气我凭啥理你啊？你理不理？我不理。你不理我离家出走了？那你走呗。不走就没有人给你做饭洗碗了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你走了我天天点外卖，啥好吃我点啥，我把之前不吃的吃我都点一遍。行，那我出去消费，我跟我姐妹去玩蹦迪，我就要自由一人，我就给你了。快去！你只要跟我一分手，我立马无缝衔接。我找个身材比你好、长得比你漂亮，我踢死你！你是不是外面有人啊？那不是你先说，你不是要去酒吧扭吗？你去呗。行，我这就去。你好，家政。哎呦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是家政。家政哪有大半夜来了？你们业务挺多呀。我怕你饿死在家里。哎呦，那劳烦您费心了。我点了外卖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可高兴了。你点什么？哎，别看啊，烧烤，你们能见吗？这满屋子烧烤味儿。哦，你这是不是去完饭也没人理你？现在没行情了，这都回来了。你别太过分啊！我现在就走。走吧。你给我个台阶呗，你给我个台阶我就下。那你错没错？错了。你错了应该叫我什么？老公。连起来说。